这一次没在同一间茅厕遇到，只是我心中实在不解，为何见面总约在这污秽之地啊？因为你我和这茅厕有不解之缘啊！哎，这厕所管理员想得真周全啊，你看他把这男女二字写得如此硕大，还挂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犯咱们曾经犯下的错。这是我特意找人改的。啊？这宫中大小的茅厕。 都归我管，原来你成了茅厕局啊！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自从上次晋升之后，皇上就让我总管着宫中的鸡毛蒜皮之事，我心中也是愤懑至极呀。这次我来就是要与你商讨这些事情。这里的味道太重了，咱们换个地方谈。走。我朝的人啊，真是有情趣。 这厕所旁边就是花园，上厕所的同时，顺便把风景也给看了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厕所的选址也归你管啊？